是今天没有穿高跟鞋啊。好啊，穿球鞋会跌倒啊，很丢脸，我知道。我讨厌。哎，你知道我之前在就像来录影的路上啊，遇到一群韩国人，然后他们不像是艺人，然后他们就是一群大概二十几岁，非常体面，然后体格非常好，非常精壮，然后每个人都穿西装的出现在路上。西装怎么样？然后出现在路上，然后说时迟那时快，他们就跳到路上了，就开始跳舞，你知道吗？就跳那种性感热舞，非常好看。你是说猛男舞吗？对，猛男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你知道有那个 moment， 身为人妻，我就已经快把持不住，可是你知道 baby 又在旁边，对，就这样，就是我 baby 的眼睛，然后在那里看得很爽。说不定你 baby 也想看啊。维持一段婚姻而已，真的，你真的很贱哎！那你从哪里看得出来他们不是艺人的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们就是没有那种艺人的那种很贱的眼神。眼神？真的没有那种眼神。所以你觉得他们是还不错的团体吗？真的真的，他们比所有任何台湾的团体还要好。所以你是说他们一定比当年的 ASOS 团体还要好很多吗？我只是想唱歌而已，真的，我只是想唱歌，你有票站吗？好啦 S， 你把他们捧那么高，那等一下团体组参赛者该情何以堪呢？哎、欸，你不要这样装好人好不好？你是林志玲吗？啊，一百分很棒很棒很棒 ！S， 你节制一点啊！我们赶快。拜托，他今年广告量大概只有零吧？我嘞上百，我嘞上百。你还记得我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广告主题曲吗？你说细卡绿茶吗？对，细卡绿茶，卡卡卡卡卡卡卡，金钱卡、饭后卡，随时随地，卡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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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卡，好累啊！你们可以笑一下吗？好吧，主席弟，看来观众可能不太想看到你了，所以我们就赶快请参赛者出来唱歌吧。好，细卡脑药。拜托笑一下。它是有坏掉吗？第一组团体组，我们欢迎由杨文斌和翁鼎一所带来的《Need You Now》。For me it happens all the time.
do without. I just need you now. Whoa, whoa. Yes, I'd rather hurt than feel nothing. And I said I wouldn't call, but I'm a little drunk and I need you now. Well, I don't know how I can do without. I just need you now. I just need you. Thank you.